好，我们一样是不储存啊。哇，终于打完第二关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第三关前进。然后这个是魔术师，葛蒂拉斯哦。啊，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反派。然后，把那战斗动画开起来。啊，丢骰子啊，对，没错，超有趣的。哇靠，这个攻击力超高的。啊，我们这次没有补师，所以就很悲剧。那我就使用初级冰雪。哇，升龙拳，不是升龙斩。啊，他一定会被打死啊！哇，队友一个超雷耶！哇，GG。尼亚哦，没有想过哎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魔剑战士比较威。再用初级冰血。哇，快死掉了。GGGGGGG。哇，一个虐菜的节奏啊！
连骑兵都被打成这样，哇，真是有点夸张。哎，这自己也要死掉了。哇哇哇哇哇！撤退啊！马上撤退！哦，挡不住了，阿尼亚，快撤退！根本是虐菜了。先休息一下啊。我们要保护那个魔术师不会伤害啊。没错。QQ。刚刚好啊，好，看来就可以慢慢练等了。好的，战棋游戏是有它特别的技巧在。啊，就像老 K 说的一样，虽然他老是老马，但是有些话他还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。哇，那个
老 K 光是玩激战就不知道欠人多少条小鸡鸡了。啊，老 K 应该不知道我在表他吧？他应该没有看台。哦，慢慢。慢慢练的概念的。还差多少升等？还差150，那150有点多哎。啊，可是最终职业就真的超强。尼亚剪尾刀，好，我们来打骑兵。哦，飞龙骑士不错。我忘了用冰了。哦，还差100，我们继续往升等之路迈进。然后连士兵也不知不觉就升等了。哎，还是我们要让士兵挂掉，就让士兵挂掉好了。啊，趁机休息一下。然后，原来番茄很喜欢龙啊。
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差点就失算了。我要把这個，我要把那个骑兵给解决掉啊！哦，对啊，他升等会有那个女踏，原本只有那个一般的龙踏，然后大概升等之后就会变成女踏这样。好，就把它冰起来吧。哦，还好那只骑兵只剩100，要不然如果他再打一集。恶魔术师就必死无疑了。哦，龙踏，然后再男踏，然后再才是女踏。好、哦，谢谢太太。去追那个骑兵一样是打蛮痛的。哦，还差47。啊，快不行了，我必须要休息一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有啊，我还记得十里波剑神。超棒的，改天我也来练的。我也在十里波练到可以施展出剑神这样。哇，逃超远的！哎，他也逃太远了吧？算了，不理他、啊。能趁机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哇，这大陆有一句话就是，哇，超虐心的这游戏。好，我们一个回好回满的概念。笔电 hold 不住啊。嗯。那个手机有可以有那个退群有那个实况直转语音功能，就是它可以只听语音啊，虽然看不到画面。
好，来练个等。快升等了。哇，它是一个回满的概念啊。好，升等。我看尼亚这是啊。哇，这要升等也是 很难的一件事情，还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快三转了、啊。哎。哇，他又回满血啦 ，GG 啦，好让尼亚捡个尾刀。哇，才24点。敌人要杀过来了，这我觉得敌人好像有升等的感觉。休息。哇，真是超痛的。好，刚刚好可以练等了，我们就慢慢的练等吧。哇，欸，那个电脑超容易中陷阱的啊。哇，电脑的智商都跟三岁小孩差不多啊。超级不痛，这防御超级不痛。有啦，33我觉得很多了。你想想看，一集可以加十几个经验，就是攻击力越少越好啊。
再让尼亚剪尾刀。看来这关是没办法三转。结果第三关也快要打了50个回合了，超久。哦，我们是 fast run 啊，不能这样打，这样打谁都可以快速过关。快要GG了。哦，我们要让他生经验了。哦，差三。啊，这个经验比较多，26。殿下，我们已经将敌人全数歼灭了。很好，我们就在这里休息，顺便等待其他军团前来会合。是。好像还是不抽出来的。